阿达先生，我等下就会敲电话给恁囝，叫伊提5000万过来。你想我是保庇恁迄个友好囝，我一定是有价有效。要若无，我若是摕无5000万，你也免是要离开这啦。小康，你别搁去出差厝啊！趁即马，代志搁会当收煞，你赶紧回头。点点啦，莫甲我讲废话，行。 小康是真的想要变好啊，这个出面指控潘伟廉，这嘛还怪你啊！无代无钱拍人，还佫假使讨倒转来，不过会让伊抓狂啊！我是兄弟啦，伊害我了钱，我叫伊赔钱，这是你当然的代志。 最近新庄集团的亚杰遐尼歹，临时连夜是要得为传遐尼侪钱啊！唉，我拄仔应该坚持太低才对。威廉啊，是新辛苦苦甲你采用大汉的爸爸呢，伊即马拢已经出代志啊，你敢袂应该较要紧淡薄啊？虽然讲伊进前吼捌做对不起你的代志，不过你嘛袂应该用种态度啊！ 我上亲嘛，上紧张的爸爸，亲手甲我卖掉，这算伊生活之外又该安怎？我永远拢袂原谅伊的。你唔通安尼想啦！有人做爸爸做甲遐尼失格，那我这个做后生应该学会好模样。这摆就我甲卖掉啊！5000万这个价钱听起来袂歹啊！ 你的年纪跟威廉真相共，啊，不过个性，却跟威廉无啥共款。王威廉真正甲你袂比，伊拿你十分之一的条件，哼，安尼我就算讲完全。讲起来。 你若真正是我的后生，你就会变成我的接班人。我相信，咱两个嘛是一个真好的伴侣。